这是一间书肆吗？诸位，你们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现在只能出来一位，再进去一位。诸位在门口稍等，请多包涵啊！万将军，再进去一位。我想进这书肆逛逛，但现在这么多人，定要耗费不少时间。你可以先带墨喜去前面的绸缎庄逛逛吗？ 那我让小江在这儿候着，我跟墨喜先到前面看看。嗯，墨喜，若是有什么上好的布料，帮我带一份便是。嗯。哦，万将军，墨喜他有些孩子气，还希望您海涵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墨喜的。嗯。娘子，可以进去了，里面请。 一会儿到了绸缎庄，挑几个自己喜欢的。要做衣服，那是给我做，还是给你的凤瑶娘子做？我只是被顺带捎上的。专为你顺带捎上她的份儿。可是，在外人眼里，被顺带捎上的那个人是我。我知道你对这桩婚事很是恼火，但既然有人从中作梗，让圣上赐婚，那一时半会儿就解决不了。你给我点时间，好不好？ 我知道是我无理取闹，而且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我扯谎闹出来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怪你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。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丑、很讨人厌？才没有呢，像个俊俏可爱的小馒头似的。那一会儿做了新衣服。 我会更俊俏的。人靠衣裳马靠鞍，穿好了肯定比你穿灰袄俊俏。比如，你今天就很俊俏。那我这么好看，你以后不能不娶我。我心里的人是谁，你该清楚。我什么都可以让给凤瑶，唯独你，我绝对不让。 嫁你那一日会更好看。你呀，墨喜。 这位娘子的血已经止住了，身子也不大碍，只是失血过多，需要多吃些补血的药材和食物。老朽这边开方子，你们照做便是。有劳大夫了。啊！哎呦，凤瑶啊，你这孩子真是心疼死我了呀！今日要不是你，咱们家贵他就……哎呦，我们万家欠你一条命。 你是我们万家的大恩人，伯母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就是今日。
看见歹人上前行凶，便自然地上前阻止了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之前不是叫我母亲的吗？怎么今日如此生分啊？再过几日你们两个就要行礼了，你何必改口叫什么伯父伯母的？乖，叫我一声母亲，我听着好暖。对了，这个是我们万家祖传的，传给长媳的，我今日就将它给了你。你呀，千万不能拒绝我。母亲，凤瑶身子还需休养，您不必如此着急吧。这镯子是我给儿媳妇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家贵呀，你这傻孩子，你得记得你今日这条命就是凤瑶救回来的。快，凤瑶啊，家贵是我们万家的独子，把他交给你我们放心。你是我们万家唯一认定的儿媳妇，这小子要是以后有了外心或者纳了妾什么的，就算老天爷容他，我们做父母的也绝饶不了他，听见没？莫邪，这药是给凤瑶的。嗯，补气养血的，伯母亲手熬的，让我端回去给她。我阿娘这回确实感激凤瑶替我挺身挡箭。是啊，凤瑶一心为你，这么凶险的时刻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前。但若换作是我，我也可以。莫西，那刺客原本是冲你来的，你可一定要小心点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这事越拖越棘手。